周围的环境，看有没有同意的人物，还有你的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，如果有要你们以后进行恐怖分子，行为不合理，一定要戒。尤其那些恐怖分子，就是有自我欺负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赶快去报警。是啊。要是你发现这些盒子还是包包，就是我也不会翻，里面还传来奇怪的声音啊，真是闻到特别怪的味道，吓得要命。Thank you.